伴手里阿嬷的珍藏，然后它里面也附了两个保暖袋，所以它称为了伴手礼也都很 OK。 这样小小一盒，你们看是不是还蛮漂亮的，里面有四种口味，然后它包装都保护得很好哦。你看旁边有用一个纸圈把它圈起来，所以它不太会重要。然后打开，但我手上是这样一个，这个应该是巧克力口味的，我来试看看。巧克力很香浓，然后我觉得对我来说它是属于比较偏甜一点，可是会很常再吃第二口，蛮好吃的。再吃一个给你们看，柠檬塔一样，它是这样子包装，柠檬味很重，很顺口，然后它的塔皮也很好吃，很好吃哦。对我来说，我觉得我是会回购的。好啦，有来台南的话，记得去买一盒带回去吃哦，拜拜。